你说我小北辰、小肚鸡肠？嗯，小肚鸡肠，谁让你在这说小肚鸡肠？小肚鸡肠，让我看看。 你昨晚去了温泉山庄，还不让静香告诉我，就是怕我担心，对吗？我不想说这些。李航景，你显然是在乎我的，可为什么又不肯承认呢？ 我们能不能不要再这么冷战下去了，三哥？你真的明白吗？你真的知道我最在乎的是什么吗？是夫妻之间最基本的信任。我希望我的丈夫不要有事情瞒着我。我们结婚这么长时间。 我们之间彼此没有欺瞒，坦诚相待。我知道调宗木自证的事情是我错了，我在这里给你道歉，你能原谅我吗？ 三哥，这件事情以后我们都不要再提。三哥，你能不能答应我，从今以后再也不要欺骗我？我萧北辰离世，从今以后绝不会再骗我的妻子林航景。 你笑了，那我们是不是就算和好了？啊，和好了。即便如此，我还是不喜欢你去见那个穆子正。 三哥，我已经跟他都说清楚了。其实一直以来，我只当他是一个普通朋友而已。但是三哥，如果不是因为我们，他也不用遭受劳工营的那些苦，我们对他还是有亏欠的。就算是这样，我仍然不希望你去见他。啊，不光是他，天下所有陌生的男人。 都不应该去见，小北辰，你真是个小肚鸡肠的男人。你说我小北辰小肚鸡肠？嗯。小肚鸡肠，谁让你在这说小肚鸡肠？小肚鸡肠，小肚鸡肠，你说小肚鸡肠？